这个区域很安全，你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吗？不要错失良机。以阿卡雷克之名，有情报给朱眼吗？我们家族坚持不懈。有话快说，我不会把仪式准备好。想要骗过摩尔拜坦，我们的诡计就要够逼真才行。斗争之中，机会浮现。我陷阱已经设好了，引诱巫妖步向末日吧。陷阱设好了，引诱摩尔拜坦走向死亡吧。主人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，静候您的大驾光临。终于，我们新男爵所允诺的力量，现在将不，仪式失败了。梅菲里斯，你这个没用的蠢货！摩尔拜坦，你才是蠢材，是你自己的愚蠢召来了灭亡。可恶的间谍，我诅咒你和你那陨落的家族！为了阿卡雷克，蛆虫，你会失败的，就像你的樊猴一样。什么能量残留在空中？那把符文刃是同域者打造的，复仇等着我。情况有了转变，或许德拉塔有一丝胜利的可能。看来你拥有开启同域者之作的关键，那我会在那里跟你会合。我们合作，就能除去这些玷污马卓萨斯的叛徒。不要轻易惹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给我找个对手吧。蛙旭能跟你并肩作战真好。别说客套话了。总卡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教训，我们去向克利瑟斯回报，守住这里等我们回来。哈，听从你的命令，女爵。待会见。我的刀刃听从你的命令。小心，贯彻命令。维拉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傀儡家族反击了，他们的数量太多了。没有克利瑟斯，外来者，跟我来，快！要是那里根本空无一物呢？不，统御者之作根本只是徒劳。我们是天选者，我们依靠军事的力量，我们必须集结最骁勇善战的士兵，包括失踪的男爵。他不是消失在渊侯里了吗？这个凡人声称自己曾经从渊侯逃出来过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有事快说。你收到命令。看来你必须再次勇闯渊侯了。
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这位马卓萨斯男爵，或者我们还活着的盟友，不过我应该能帮你找到达瑞安·莫格莱尼，至少是个开始。荣耀之声，我们想找出前往渊侯的道路。通往那个黑暗领域的通道只有一条，所有注定遭受磨难的灵魂都得经过那条路，但你可要小心啊，凡人。虽然你曾经逃出过渊侯，但下一次不见得会这么幸运。我们了解这么做的风险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勇士，路上小心，去找达瑞安，他会协助你寻找那位失踪的男爵。我需要目标。需要
没有目标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钥匙在烙印城手上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离得太远了。
我重获自由了，力量应该很快就会恢复。我被困在猿猴多久了？一天，还是一万年？小心点，炎狱之主的耳目无所不在。休想逃出猿猴！啊，我倒是很好奇，冤世者究竟在找什么？你就是那个意外现身，把炎狱之主搞得灰头土脸的凡人吧？我是维纳里，被困在这个苦难之境的小小众界者，我想跟你说个提议，来吧。众界者，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？你的出现会吸引到很多目光，这样只会让我的生意更难做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是陈述事实。去发我有不少能在这边活下来的诀窍，但要是你跟炎狱之主的手下开战了，那一定会惊动他，所以最好尽可能偷偷绕过他们。我有无限的时间，你没有。啊，是新伙伴啊！我可以隐藏行迹，而且时间够你找到那位任性的男子。我可不想和他们开战，引起注意。跟我来。你被困在这里多久了？比你还久，凡人，知道这些就够了。我们永不止息。站住！等那头野兽走远，冤世者一定急着要找到你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别催我们，众界者，除了马卓萨斯男爵之外，我们还有其他非救不可的人。啊，你是说这位朋友逃走时丢下的那些凡人？他们恐怕被带到托加斯去了，就是远方的那座高塔。炎狱之主把最珍贵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。告诉我们要怎么进入那座塔。现在就追过去是不智之举，不要分心，以后有的是大闹一场的机会。这一定就是你要找的男爵。谁在那里？我要警告范侯。我认得那个声音，这是真的吗？男爵就是我父亲达瑞安，好久不见。我们很了解牺牲的意义，暗刃骑士团绝不动摇。你以为没有人发现你吗？休想离开这里！被困住了，继续啊，凡人，让我们看看你的神力。先找到目标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们还没有失去一切，还没有。我建议暂时撤退，我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，就在上次帮助你逃脱的那个甬道石附近。儿子，父亲，你先别急，我们晚点可以慢慢聊。等等，我的剑，天命使者，我很快就用得上。这样子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就算圆满结束了。甬道石就在那个方向的不远处。你没有被跟踪吧？没，再会了，请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见过我。要是改天你又跑进来这个暗不见天日的漩涡之中，希望你能带点好东西来跟我交易。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。德拉卡，我们必须立刻赶回马卓萨斯。凡侯克里瑟斯他……灰烬使者，有人杀了我们的凡侯。天选者现在非常需要你拔刀相助。不，我的警告太迟了，我们被自己人背叛了。是维拉斯把我困在晕侯里面的，我们的凡侯一定是维拉斯害死的。战况如何？为了克里，我们现在就去马卓萨斯，维拉斯要为罪行付出代价。父亲，我必须返回艾泽拉斯回报全部状况。不过若职责允许的话，我一定会再次与你并肩作战。孩子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我保证。凡人，你好。每个灵魂
这片土地满目疮痍，得要烧灼病灶才行。尘归尘，土归维拉斯，为胜利献身吧！无止境的追求。看来那个凡人跟我们漂泊多时的男爵一起回来了，傀儡和冤猴都没能置女于死地，真叫人失望。阴谋终究会让你自取灭亡，现在我们要解决你。愚蠢的莫格莱尼总是把忠诚看得比力量还要更重要，但胜利取决于对盟友的抉择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我势必会成为新任的凡侯。叛徒，我要用我的剑贯穿你的头，为了克利瑟斯。统御者之座遭到围攻，我们要守住他。为了任氏的荣耀，只有强者。我们守住防线，你去开门。凡人，把符文刃抢过来。勇士举起剑，为了马卓萨斯。与具备资格者为敌的人都会死。之作是我们的。
者，你来到了我的圣所，这就表示黑暗降临在马卓萨斯，还有整个死亡领域。许久以前，我的兄弟佐瓦尔因为背叛，受到了永恒者的惩罚，他被束缚在渊侯里无法逃脱，成为永远的炎狱之主。但我担心佐瓦尔并非单独行动，我怀疑他有古老盟友的协助，而且还会继续寻找盟友加入他。如果你收到这则讯息，就代表我的怀疑是正确的。索瓦尔把他的锁链铸成了武器，并击败了我。要拯救暗影之境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。你必须赶在炎狱之主逃离渊侯之前，让永恒者们再次集结起来。请把我的警告带给御灵者、凛冬女王和国王，他们一定要守住防线，不要让佐瓦尔抵达瑟伯切尔。审断者是最后的钥匙，保护好他，不然一切都完了。鲜血与雷霆，永恒者，炎狱之主，这个讯息非常危急。回奥瑞博斯吧，告诉他们马卓萨斯不会再对其他国度发动攻击了。我们要先整肃内部。今天看起来精神真好。自己的位置。
聆听他的祝福之声。我们各自都有应该扮演的角色。父亲，拜托，我得知道那些朋友是否还有希望。泰利亚，你不了解这么做的风险，要是我窥探猿猴。我长途跋涉来到死亡的国度，为了见我以为已经死去的父亲，艾泽拉斯最伟大的英雄博瓦尔·博塔根。我从小时候，从你把我送走的那个时候，就从没要求过任何事。但是现在我要你告诉我，他们是否还活着。我的小星星，我会答应你的请求。我们会勇敢面对任何挑战。破损的头盔依然与巫妖王的力量，也就是与猿猴的力量产生共鸣。只要同心协力，我们就能一探炎狱之主的国度。不过要小心，别让自己迷失在黑暗之中。海军总帅的声音，为艾泽拉斯而战。便是索尔，他们的哀嚎声令我不寒而栗。我没有听见安杜因或者贝恩写题的声音。大领主，你真的不能再试一次吗？还不行，卡利亚，要看见这些画面是要付出代价的，短期之内我不敢轻易尝试。大领主，这个凡人带来了马卓萨斯统御者的迫切警告，务必通报其他地方。荣耀之声，在我告诉其他人时请协助他们。我们必须考虑这件事带来的影响。有什么消息？你们的使命是什么？
欢迎你来到这里。这会令人印象深刻。就，哦，你好啊。有什么事吗？讯息被魔法封住了，哼，一点都不有趣。需要什么？雨光，放上百合。这该死的灰印就是不开。就这样吧。哎呦，看看是谁来了。杰哈德，醒醒啊！我的睡眠等不及看看接下来你会怎么做。这边，来吧。很遗憾，女王现在无法接见你。他的精神正分往整个亚登旷野。这场干旱对整座森林造成威胁，你的声音不过像整片黑夜里孤独的鸟鸣。女王的魔法保护着每根树枝、每片叶子，若不是她的守护，一切都将消逝。我们暗夜妖精必须暂时代替她打点事务。救命！救命！有人想被捅吗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回来。木萧，抱歉，我路上多停了一站。你需要帮忙，对吧？真是妙语如珠。接下来雨光会引导你去特纳瓦勒的路上，也要多帮帮森林。慢慢来。